来吧，兄弟们，这大海又退潮了，带上小夹夹，我们出发赶海去喽！哇，这个小猫眼螺还在推土呢，看着没？拿出来，把它挤一下，也是老解压的。大海里的情人贝啊，就是美，你看它的嘴里面还有这个宝石呢，哇塞，收！这边也发现了一个太阳瓜，哇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啥吧？迷你八爪鱼，你看，哇，它的吸附能力好强啊！你快看，哇，这个派大星就是好丑了，这个咱就别要了吧，这个也不可以食用。你们认识这个是啥吗？这个叫安康鱼。看它的嘴巴好大呀，这个，哇塞，这个回家也可以做一个美味了。说，哇，这个小鱼好漂亮啊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